Calendars Run of Heroes 全球 CBT 封测 Google Play 开放推出。韩国 Com R Us 开发，预定于2018年第三次半期10月到12日，月在全球 App Store Google Play 推出，并预定于6月14日日期展开。 CBG 山荡封测的新作角色扮演 RPG Skylanders Reign of Heroes 官方正式宣布，本作全球 CBT 山荡测试自即日起正式展开。在官方自14日即日起至25日为止，在包括韩国在内全球 Google Play 手机市场展开的 CBT 全球山荡封测，目前将提供合计9种语言，让玩家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语系进行游戏体验。在封测期间，官方也将会推出丰富活动与好康，让玩家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尽情体验这款人气 IP 改编新作 RPG 的游戏魅力。本作为官方与美国 Activision 合作，以全球 IP 产值超过38亿美金，首创实际公仔与游戏联动 Toys to Life 玩法的人气作《宝贝龙冒险》 IP 为题材的回合制手机角色扮演 RPG。 在游戏中，玩家们除了可以体验以《宝贝龙冒险》世界观为题材的丰富故事迷式与副本挑战，还可以透过 PVP 模式与其他人一较高下，或是透过战斗中技能与属性的组合打造自己的最强队伍，尽情享受冒险趣味。